盾有几种，所有许多种类分布在世界各地。从采集季节品种上分，有春笋、冬笋、鳖笋。春笋洁白如玉，肉质鲜嫩，美味爽口，被誉为菜王。冬笋肉质柔嫩，清脆爽口，适合与肉片一起炒食。鳖笋的味道鲜美，但是它的产量非常低。在品种上的分类竟有80多种，例如我们生活中常见的毛竹笋、麻竹笋、箭竹笋、雷竹笋、红壳笋，每一种笋味道鲜美，嚼劲十足，吃起来比较清脆，深受人们的喜爱。